加的、啊，对啊，至少你这个是流畅的，对啊。好了啊。你的重心怎么样？对，你应该蹲好，你这个应该做做多一点，蹲下去，有慢慢有一点弄样子。来，对，快点。打对角，来，可以站后面一点。对角，你看，哎，我看距离就太快停下来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快停住啊！然后都是要中间的，有没有？就我们躲会怎样？你如果球在高，我们会这样。我们会继续再跳高，可是你在球很高，你就停下来，然后这样单脚了。那我要瞄准啊！有，他瞄准会停住啊！我瞄准，我们是这样跳高。有吗？那你是这样，对，太快停下来了。哎，你的对角球太前面。对，然后这样你才可以落洞啊！那你停住，你就卡住了。我说基本上我想这样跳高。对，
喝一口水，看一下那个。是你过度担心，过度担心。天哪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是啊。